在这个 island 是关了许许多多死硬派的吸毒者。当时在这个海岛上有位很有权威的医生 Dr. Singh， 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吸毒者永远是吸毒者，永远不能改变。为什么 Dr. Singh 这么说？因为他看见100个吸毒者从这圣利安岛被放出去，然而101个又回到圣利安岛。所以 Dr. Singh 说，一个吸毒者永远是吸毒者。然而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和突破的弟兄们，今天站在这里向你印证 Dr. Singh 所说的话不正确的。因为耶稣基督说，天父的儿子都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切旧的都过去的，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带到加拿大，是带着一个感恩报恩的心来向这世界来证明一个事实，一个非常宝贵的证明，在人不人，在神凡事都能。感谢赞美主，这耶稣基督的爱实在太伟大太奇妙。当我们经历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后，我们就回应主耶稣基督的爱的呼召。感谢主，这个爱充满了我们后，我们的眼睛开了，我们明白主的心意，我们看见了许许多多人的需要，特别是些像我们这样的过来人，许多被罪恶被毒品所捆绑的这些吸毒的朋友们，以及他们受苦受害的家人，我们深深的感动。自从1977年主的爱临到我以后，我感谢神，我回应了他的爱的呼召。我对主说，主，我是不配的，我是卑贱的，我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在社会上是被人看为是一个无药可救可医了。然而今天我的蒙恩得救，就是因为主你那舍己的爱，你那牺牲的爱，深深的触摸我。我回应了保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4所说的话，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叫我们是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而活。感谢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使我们明白我们从此不再追求自己的梦想，不再有自己 的计划与目标了。当主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明白主的心意，因为主就是爱。我们主动的去关心，去帮助，去祝福那些像我们这样背景的人。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带着主的爱的使命，从1983年我们自己借了读蒙了恩的过来人，就回应了主耶稣基督的爱的呼召。我们靠着主的应许，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我们就凭着信心开始的突破宣道的福音戒毒的工作使命，我们走到今天。感谢神，仍然今天我们能靠着主恩主爱坚守起初神给我们的福音戒毒的使命和意向，我们很感谢上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年7月7日七点，我们就在新加坡要庆祝我们突破宣道30周年的感恩纪念啊！感谢主，3个7很容易记得。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确拯救了我们，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他的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深深相信这世界上他们需要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清楚知道主的呼召以后，我们就到处去，到了许多的国家来分享主耶稣基督爱罪人拯救罪人福音。我们到了世界的一个角落里面，我们分享耶稣基督如何改变了我们这群不配，在人看来无药可医可救的死硬派吸毒者，我们是到地区去分享主恩，见证主伟大的爱。
就今天我们能够来到加拿大，我们很感谢说我们突破的弟兄李斌来传道，他在92年就来到突破宣道之家，感谢神，这位弟兄，这位可爱的弟兄，他回应了主的爱的呼召，他给你一生献给主。所以今天呢，我们能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李斌来传道，是我们突破之家的开路先锋，福音戒毒的开路先锋。感谢主，在08年我们来了，我们10位弟兄来到加拿大温哥华这个地方，那到了许多的地方，在我们到了这个 Cassidy Center， 到学校，到华社的地方，到教会去来见证主他奇妙的大爱。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呼召我们来到这里，那我们顺服了，因为我们清楚知道，在加拿大，在西方这个国家里，有许许多多被罪恶、被毒品所捆绑的吸毒者，他们需要耶稣。所以，我们至今蒙恩得救的过来人，我们很愿意一生献给主使用，来成为这许多的人的祝福。我们更愿意一生献给主，成为许多的人帮助，更是荣神一人，爱本引万人归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今天会在77年我蒙恩得救以后，我会一直走到今天呢？那是因为主奇妙的爱救赎恩典临到我。自从我68年吸第一口的大麻烟，逐渐染上更严重的毒品，如鸦片、打吗啡针、打海洛因打进血管里面，我贩毒，我打抢，我收保护费，我甚至被关进你新加坡的监牢，你王政监牢。70年代被关进更大的监牢，加密监牢。74年我被关进深夜寒岛，然而都不能改变。就在我走投入的走到尽头的时候，神的恩典领导我，感谢着主耶稣基督爱领导我，是透过一位过来人的基督徒来向我传讲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感谢神，就1977年他介绍我到突破这希望之家，我就在77年蒙恩得救后，就奉献给主耶稣基督。感谢主，我的以前就是这个人，这一位不是我的女朋友，也不是我太太，是我来的。但是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索多玛、欧摩拉的人，我也不是第三种人，我是真正的人。我在1968年是受到 rock and roll blues underground the music 的影响。那 the underground music is not mean the music come out from the ground, but it's the music that make me go wild and crazy。 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贩毒，我影响很多人吸毒，但是我确实很痛苦、很绝望。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主救了我，然后在77年，我的生命改变了，应验了圣经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西门长头发变成西门短头发。感谢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你继续在祷告中来纪念在温哥华的突破宣道之家的事工。那我们的李斌来传道，他的确他愿意回应主的爱，愿意凭着信心，他辞掉教会的这个牧者的工作，而愿意全时间一生奉献在福音戒毒的工作使命，而且凭着信心仰望主。我们需要您的鼓励与配搭与参与，因为我们就是教会的另一只爱心的手。我们带领吸毒者悔改认罪，归向耶稣基督，并带他们进入教会。我们的祷告是教会也伸出另一只爱心的手来接纳我们这些过来的，因为拍掌必须用双手来拍才能记住掌声来。 It's take two hands to clap to make a joyful noise。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